没有想到哎，韦睿中挑战哦。OK， 阿 Zen 君倩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这个冰桶挑战呢，不只是一个游戏，它也是一个公益活动，为渐冻人呢就是筹款。好，大家看清楚，冰块加水。忘了告诉大家，现在是凌晨12点，待会儿我要去吉兰丹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挑战的三个人就是 Queenzy 中巡师、安妮钟声中，还有 Zack 志祥，你们要挑战的啊！